让我们先来合掌恭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以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尊敬的各位大德、各位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学习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请大家打开经本的第112页。112页倒数第二行，劝喻察众第33。这一品的经文是接住上面一品讲下来的，为我们说明呢，在这个世间确实是人心有很多的迷惑颠倒，因此造业受报，导致了这个社会啊种种的污染啊秽恶。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上有很多的天灾人祸，都是众生啊造业受报的结果。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个以来有大的天灾，上个礼拜日本的大地震海啸，而且还引起了核电站的爆炸，导致严重的核污染，不单止影响到日本，还包括韩国、亚洲的这些地区。前几天我们看到英美法三国对北非的利比亚这个国家开战，战争是人祸，这些天灾人祸都是众生业力的感召，所以佛在这里苦口婆心劝导我们要精进努力，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这个社会确实是太俗恶了，留在这里苦难太多了。一定要发愿离开娑婆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这个是本品的大意。下面这里的经文为我们详细地来说明。我们看经文。世人共争不急之目，于此
劇惡極苦之中，勤身營務，以致給濟，尊卑貧富少長男女，累念積累，唯心走時。這一段經文是總說，總而言之，這個世間人由於迷惑，不能夠認識自己以及生活的環境，所以呢，應該要做的事情啊，往往疏忽了，而不應該做的事情，不緊要的事情，就搏命去做，非常勤力地去做，這個就叫做顛倒。所以佛在這裡一開始就講給我們聽，世人共爭不急之目，我們看到這一句經文，不要先想著，這些世間人都在急，急著做那些不急之務，最關鍵你想想自己有沒有去做那些不急之務。什麼叫不急之務？就是不緊要的事情，不是很大關係的事情。那確實世間人都在爭這個，這個就是不辨是非邪正，甚至連利害都不能夠辨別。學佛的人聽了經讀了經，要開悟，要明白，要做那些最緊要的事情。什麼是緊要事？了生死，脫輪迴，求生西方極樂世界，這件事情是最緊要做。什麼是不緊要的呢？世間那些名聞利養、五欲六塵的享受，那些事情不緊要。為什麼？那些即使你爭得來，你都帶不走，你在世間即使得到大富大貴，有名有利，到最後是昏迷都帶不走，甚至連身體都帶不走，帶走的只是你自己的業。所以那些是不是不緊要呢？確實不緊要，緊要的是我們自己念佛要早日成片，得到念佛三昧，你就有把握往生。一往生，無量劫輪迴就結束了，所以這個我們要仔細去思考，頭腦確實要清醒。咁世人就係搞六道輪迴，於此劇惡極苦之中，
劇惡就是嚴重的十惡業，身體造作的是殺盜淫，口所做的是妄語兩舌，惡口耳語，依起的是貪嗔痴，十惡業啊。咁依家十惡業可以講話喺個社會係非常之普遍，個個都喺度做啊，而且越做越嚴重。可以咁講啊，有歷史以來，做十惡業。在今日的社会当中是最严重的，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有现在那么严重。世人简直是穷凶极恶地在这里做。十恶业的果报就是苦难，极苦啊，苦到极处。咁我哋諗下依家嘅灾难係众生嘅苦难，可能只係啱啱开始呀，以后可能会越嚟越严重。如果依家我哋仲唔肯回头，仲唔觉悟，咁将来確实就係喺极苦之中呀。人为了追求眼前的名利，勤身营务，他所得到的是什么呢？他得到的是苦，不是乐。追求的时候就心神不安，患得患失，追求得到了怕失去，失去的时候更加痛苦。一个大富大贵的人到了临终的时候是最苦，为什么呢？他一生辛辛苦苦赚回来的钱现在一分钱都带不走，他说几凄凉。假如说自己的儿女在自己未死之前就开始争财产，好像澳门那个赌王何鸿燊，现在真的很凄凉。那我们问他是不是真正有幸福，是不是真正得到快乐，有财富未必有快乐啊。所以我们一生都在非常勤力地追求，有时候要清醒一下，问一问我究竟追求点乜嘢，我所追求的能不能够为我带来幸福快乐。幸福快乐，这个是我们讲福报，福报要自己修啊。修善才有福，没有善就不会有福。如果这一生有福报不肯修善，那可能福报一生就享完，享完之后堕落到恶道，那个苦就真正是无穷尽。那什么是善呢？善是利他就叫善，如果利己就是恶。
咁经文呢度讲话，世人都系勤身营劳啊，非常勤劳去经营啊，去做作，为乜嘢？以自给济。佢为自私自利啊！啊，为自己嘅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嘅享受，冇一念去谂到大众。咁你话系咪都系恶呢？啊，纯恶都冇善啊！咁你话将来会去边度？所以啊，剧恶讲嘅系因啊，极苦就系果报。啊，如果系非常勤奋咁喺度作恶，咁将来苦报就非常之剧痛啊！啊，呢度讲嘅尊卑贫富。少长男女，这个包括晒社会各个阶层啊，男女老少老幼，他们做啲乜嘢呢？无非就是为名为利嘛，累念积累啊，唯心走时，累念积累。就是我们讲的处心积虑。一日到黑头脑里面想的都是为自己的利益。完全没有把众生的福祉摆在心上。为心所使啊，使就是逆使。这个心是妄想心，妄念，一日到黑在打妄想，胡思乱想，想着自己啊得名得利，这种妄想做指挥，指挥他做造业啊，譬如讲，依家人好想啊。一夜之间就大富起身，这个是什么？胡思乱想啊！我仲收到一个同修的问题，这个同修我想可能是啱啱学佛，他问我话你是原来是搞金融投资的，他呢有啲钱啊。看下唔知摆咩嘢呢个财产啊，投资咩嘢比较好啲啊？佢嚟咨询我啊，话依家咧有一种投资嘅方式啊，利息啊可以20%一年啊，依家银行利息低啊，可唔可以啊变通一下啊？嗰、那个系高利贷呢个问题啊！我就回答俾佢，我话要深信因果要深信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系你嘅，你先得得到；唔系你嘅，打妄想冇用啊！你睇下佢系咪唯心走善，系咪累念积累？学咗佛啦，仲喺度谂呢啲世间嘅嘢，谂住财富，谂钱，增长贪心，这个贪业将来堕到咩道度啊？堕恶鬼啊！将来死咗之后做恶鬼，而家好多人。一到拜神拜祖的时候，买好多那些金元宝
嗰啲民間用嘅嗰啲錢啊，咩優民間嘅日銀行嚇，都係幾百萬、幾千萬嘅嗰啲面值嘅，然後燒咗佢之後，希望咧送俾陰間嗰啲家親眷屬，仲諗住咧，可能自己將來要去嗰度嘅時候咧，自己銀行嗰裏面比較充足一啲。嗰個係咩咧？燒紙。饿鬼能不能得到呢？如果他在饿鬼度，你这样的心念啊，确实他会收到一些利益，但是不够劲。为什么？因为饿鬼啊，他是贪业所感。如果贪心没有放下，饿鬼度出不到来。最多你烧的这些钱给他少少地使用，能够使用的都是他的福报。他如果没有福报，他收不到。那我们问，如果他不在饿鬼道，就收不到？六道嘛，有其他道。现在你看清明差不多到了，很多人都想这件事情，买很多这些这样的文钱去烧。那个是什么？家亲眷属在饿鬼道先收得到。如果不在饿鬼道是绝对收不到。那我们问了，这么多人都在烧纸钱，是不是大部分人都去饿鬼道呢？我们想想都有道理。确实是应该大部分人都会去饿鬼道。为什么呢？你想想现在人心里面想什么？他累念积累啊，他想什么？不用看远的，就看我们楼下赛马会。那些人一天到黑在那里转，他心里面想什么？想发横财啊。每日就增长贪心，所以当然他将来会到饿鬼道。所以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心，甚至大部分人死了之后都做鬼。有道理。我们学了佛之后就要明白，我哋将来唔可以去做鬼呀。我哋要往生。要想往生冇其他，就係放下。你能够放得下就一定往生。放唔下咁就係该点样轮回就点样轮回呀。咁我哋睇下世间人有啲乜嘢放唔下。下面经文讲。这个是为我们举出一些例子。无田忧田，无宅忧宅，眷属财物有无同忧，有一少一，私欲齐等，色少具有，悠悠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焚飘截断，劫夺啊，消散磨灭，深坑易故，无能重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言，忧苦万端。佛对我们的心态非常之了解。试问一下，我们未学佛之前是不是这样的心态？无田忧田，无宅忧宅。这个是田宅，我们讲的是不动产。个个都是忧虑这件事。
買屋、買地啊，冇嘅諗住啊，幾時買到？有咗一個咧，仲唔夠，仲想買第二個。啊，一日到黑工作賺錢，為咗咩咧？還嗰個銀行大貸款啊！啊，你貸咗款之後，你要還啦。所以唔每日都喺度搏命打工啊，做嘢啊。啊，呢啲咁嘅田宅財產。希望越多越好啊！啊，眷属财物，眷属系讲父母、妻子、儿女啊。啊，财物咧系呢啲身外之物，啊，土地、房屋，啊，当然包括在内，啊，仲有一切嘅财物。点样去投资啊？啲钱放喺边度比较保全、保险比较安全？有毛同忧，有钱佢忧呢个钱会贬值啊，唔安全啊？点样能够赚得更多钱？冇钱嘅咧，又喺度忧，哎呀，自己将来点算啊？想赚多啲钱。所以一日到黑啊，忧虑嘅太多太多，心安静唔落嚟啊！我哋问啦，呢啲田宅财物得到咗之后，有冇带来快乐？啊！依家灾难咁多啊！呢啲財物多，我哋憂心更多。你睇日本呢個海嘯，瞬息之間咁多嘅房屋就被摧毀咗。啊，多少嘅生命財產啊，就化為烏有。啊，就災難嚟咗啦，財產都冇用啦。财产唔系你噶啦，但世间人就系啊嗰个念头啊，觉唔过嚟，啊醒唔过嚟啊，啊仍然系咁样去忧虑，啊有一少一，私欲齐等，啊有一样啦，仲要谂第二样，啊譬如讲。自己已经有屋住了，看看人家住的屋比自己好啊，又羡慕人家，希望呢能够得到跟他一样这样的好的屋啊，自己有一部车啊，过几年觉得这个车够了，还要想着快点换一个新车啊，常常啊，心里面就谂呢啲攀比啊，攀比嗰个心理压力好重啊，重到话甚至晚黑都瞓唔着觉。真系啊，我谂香港唔少人啊，晚黑啊都要靠安眠药先瞓得着啊。啊，我识得一位深圳嘅企业家。上次我去深圳讲课的时候，他来听课，第一次来听我讲课，听完之后觉得很感动，来跟我讲，哎呀，今天听了你讲了之后才明白为什么我现在这么烦恼。他赚了不少钱，真是亿万身家，自己的公司啊，员工好多，员工不听话，成日都发脾气。咁佢嘅公司咧做得唔错，睇见人哋公司已经上市啦，发行股票啊，
正規上市公司，呢、这个系一种啊，好好嘅业绩啊，系佢又好想上市，啊，同人哋攀比，所以咧身体唔好，点解啊？一日到黑都忧虑烦恼，晚黑又系瞓唔着觉，啊，呢、这个每日咧。因为睡眠好少，精神提唔起啦，头发都白晒，忧虑嘛。人如果冇忧虑啊，头发啦就唔会白嘅。好似我妈妈今年啊，已经系啊67岁，头发咧好黑乌黑嘅，而且系本色。啊，唔系染嘅，今次佢去河南参加新郑市女子道德论坛，啊，讲女德教育，啊，佢喺里面讲啊，如何做一个好母亲，啊，当佢喺台上讲自己系67岁人嘅时候，下面人啊，成千人啊，都哇一声，唔相信啊！点解呢？见到个妈妈声音洪亮啊，那个头发乌黑都系自己嘅，牙齿系自己嘅啊。前嗰几日，佢翻广州睇咗牙，医生同佢检查，牙齿非常好，同佢洗一下牙得啦，乜嘢毛病都冇，身体好好啊。当然佢身体好。最幸福的是我啊！我唔使忧虑嘛。啊，一个人点先能够身体好呢？冇忧虑，你就身体好；心清净，你就身体好。你睇下我哋师父上人，更加是好的榜样。今年85岁啦，不老啊！每日仲系讲经4个钟头，讲4个钟头好攰噶。你未讲过你唔知啊，我讲过我先知啊。我今年仲未到40岁啊，日日讲4个钟头，可能我都有啲顶唔顺。我依家系隔日先讲4个钟啊。当然咬下牙，一日4个钟头仲可以坚持落嚟嘅。但是我哋师父上人85高龄啊，仍然系一日4个钟，4个钟系讲课啊，咁仲有备课咧？你讲经肯定要睇经噶嘛，你要预备噶嘛，所以每日嘅工作量，我相信起码有10个钟头以上呢、这个工作量啊，佢老人家顶得顺啊。大家睇佢讲经唔似睇到佢好似话好辛苦啊，好憔悴啊，冇呢个样啊。仲系面色红润啊，而且头脑思维敏捷。你看讲经辩才莫外。一啲都唔似系老人。呢、这个系咩？冇忧虑嘛。人到咗无忧无虑，先系真正嘅幸福。我依家咧，基本上可以讲系无忧无虑，冇嘢好忧。我咧冇财产，无田忧田，无宅忧宅。我系无田无宅，但系唔忧。银行账户都关埋，冇银行存款嘅。有即刻就攞去布施嘅，唔使自己留钱。所以咧，我就冇嘢忧啦嘛。你有一样就要忧一样，冇晒啦，冇嘢忧。虽然过住贫贱嘅生活，
貧就係冇錢啊，賤就冇地位啊。我哋確實係啊，冇錢冇地位啊，一介貧民，但係我哋過得快樂，貧而樂啊，好過嗰啲啊富而苦啊嗰啲人啊。好似嗰位深圳企業家，我睇佢幾苦，我都好同情佢。你話一個身無分文嘅人同情一個家財萬貫嘅人，覺得佢好苦，佢冇我快樂，冇我幸福，我晚黑唔會話瞓唔著覺，個頭一挨到枕頭五分鐘到咧就瞓著噶啦，一瞓到天光，精神啊～就好充沛，人哋话我哇满面红光啊，问我食啲乜嘢啊，我话青菜豆腐噶咋，一日食两餐噶咋，确实啦，你只要无忧无虑，你就系天下最幸福嘅人，最快乐嘅人。你想想有什么好忧呢？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忧它都没用啊，不如就放下。你放下就得自在了。我呢跟外界接触很少，虽然各地都很想请我讲课，一般呢除了是师父上人批准同意的，我都是婉言拒绝。虽然是要出去讲课的时候，但是我跟任何人都不会主动接触他。为什么呢？没必要认识那么多人嘛。识人多处是非多，知事多时烦恼多，所以知道的事越少越好。识的人越少越好，没必要知的事，没必要识的人，尽量不要接触。所以这个现在呢，我们又是虚名状态，也都很多人想找我来请教问题来跟我们或者倾诉一下这些痛苦确实来说没有这个时间我劝人呢，什么老实念佛了，求生净土，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苦，你不用跟我倾诉，我都知道的。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过，这个叫做娑婆世界，就是极苦世界。你倾诉，倾诉都是这么苦的了，不如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好好念阿弥陀佛啦。求生极乐世界紧要啊。请教啲问题，不如多听下经啦。呢啲问题可以讲话，通通都喺讲经里面都讲到。问题再多，总结起来不过系六个字嘛：妄想、分别、执着，系嘛？如果冇妄想、分别、执着，边有嚟嘅问题？所以要答复咧，好简单，又系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搞定好简单的你老实念佛就没问题了，没事没苦了，你越想那些苦就越苦所以要放下现在来的信很多电邮或者是来的信件我请我们协会的秘书帮我，以后呢那个问题多的时候
就整一個啊標準嘅回覆函，上面教導大家萬緣放下，老實念佛，寄翻去就得啦。問問題都係不急之務啊！啊，最要急嘅、最要做嘅係咩？阿弥陀佛唔可以斷啊！正念相繼啊，呢、這個先要急啊，呢、這個先緊要啊！啊，災難就喺眼前嘅話，你念阿弥陀佛唔間斷，唔貪生，唔怕死，唔害怕，你一定往生。所以人确实觉知道一生的财富是自己过去生中布施以来，靠忧虑，靠这个种种贪取的手段，你没办法争得争来更多的财富，所争得来的都是你命中本来就有，何必要忧呢？争得来的财富都要多去拿去布施，布施能够修福不少的同修亦都谈到呢个灾难问题，问到去边度躲避最安全？系咪云南系咪西藏定还是去纽西兰澳洲问呢啲问题，通通要打妄想如果你命中是真的要有灾难的，逃到哪里都有灾难，这个叫做在劫难逃。你命不该死的，灾难当中你都不会死。有些人说，那哪里比较安全，我在哪里买屋比较好呢？你是识小具有，又忧非常。得到一样，得到一啲，即刻就忧。哎呀，将来无常我点样可以保存我嘅财产要知道自己嘅财富唔系自己所有。呢度讲嘅水火土财。冤家债主是这些人的，水是水灾，火是火灾，好像海啸就是水灾，核电站爆炸了就是火灾，你的财物被水一冲就没了，被火 一焚烧就没了，或者是被盗贼打劫，那些很多富豪出门的时候都要请很多保镖连个汽车都装防弹玻璃，甚至呢还要穿个防弹背心，怕什么呢？遇见黑社会盗贼打劫绑票所以你看这么多的财产带来的是什么？更多的忧虑，更多的恐惧，你自己找回来的嘛。还有冤家债主，冤家债主主要的不是外面人，都是家里面的人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如果自己为富不仁，不肯布施，
嗰啲兒孫啊，就會學到呢度啦，學到呢一點啦。佢都係為富不仁，纨绔子弟啊，所以咧，佢自己就追求享受，自己嘅老豆賺錢賺得好辛苦，佢咧冇經過辛苦啊。花钱就大手大脚，根本唔会体恤父辈赚钱嘅艰辛，所以啊，你可能几十年辛辛苦苦赚嚟嘅钱，佢几年就败光。点样败光啊？依家方法好多澳门有赌场，佢可能去赌，一赌就冇啦，往往倾家荡产，或者咧吸毒，香港吸毒嘅人都唔少啊，青少年吸毒都好多，一吸上毒啦，往往也系倾家荡产，所以啊，呢啲都系冤家债主啊。所以留咁多钱俾佢哋有咩用？仲有一种系咩？官府，我哋赚钱过程中如果违法，犯咗法律，被官府呢个指控、逮捕、坐监。财产没收晒，有咁嘅人啦。你听下中国嘅十大首富，几年前嘅十大首富，你而家睇下有几个都喺监仓里面踎住犯咗法啊嘛，受官府嘅处罚。所以啊，自己嘅财富啊，唔系自己所有。系呢个五家所有，水火盗贼、官府同埋不孝子啊，焚飘劫夺，焚飘就系讲水火嘅灾害，劫夺打劫嘅盗贼，夺咧系冤家债主。消散磨灭，将我哋嘅财富都全部毁灭晒，消磨晒，辛辛苦苦一辈子赚嚟嘅钱财，到最后咧，分文不值，自己仲可能落得个凄凉、冇人看顾嘅悲惨境遇，我听一位长辈同我讲，话佢以前咧喺香港佢系比较有声望嘅人，同一位香港嘅首富。十大首富之一啊，好熟。咁呢位首富到临终嘅时候，喺医院嘅加护病房里边，唔系死喺屋企里边啊，死喺医院啊。死喺屋企系寿终正寝啊，呢个系福报。死喺医院啊，呢个系唔系好死啊。唔系善终，佢喺医院里边，全身插满晒管，加护病房一日都去，冇得出嚟嘅，出嚟系死住出嚟，绝对唔会话一个人入咗去之后生出嚟咁，生勾勾出嚟冇可能，
加護病房基本上就是臨終的時候折磨人的一個形象。講得形象一啲就是形象嘛，折磨人的嘛。點解呢？喉嚨割開，插一個喉管落去，用那個氣泵啊幫你呼吸。心臟可能咧插一條管添，用個心臟個泵代替你個心臟，心臟冇力啊嘛，攞個泵嚟幫你嚟泵血。食管、尿管，呢種管嗰個管插到成身都係，綁喺個床上動彈不得。真係叫天天不應啊，叫地地不靈啊！嗰時候啊，唔由得你啦。全部聽醫生的，聽醫院的，醫院是加護病房的人的監護人，家親眷屬都沒可能說作主的了，香港是這樣的法例，很可怕所以那位首富啊，見到有人來，哎呀，都覺得好就是好像找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樣咁，嗰種眼光指一指台上嘅個紙巾，可能冇人服侍佢嘅，佢想要個紙巾啊，冇人俾佢嘛，佢攞唔到嘛，於是嚟嗰個人咧就俾佢一張紙巾，放到佢手上佢抹一抹面，哇，覺得已經係呢個客人對佢嘅好大嘅恩慈。所以各位長輩離開醫院之後，覺得好感嘆，一個首富銀行裏面的鈔票都不知道多少張你看到臨終的時候，那些鈔票都得不到，都不如一張紙巾所以想一想要這麼多錢有什麼用？我哋真正明白嘅人，唔好要赚钱，我哋要修福。有钱未必有福啊，有福人未必有钱。我觉得我都几有福噶，我冇钱，我依家就系无忧无虑，有福，身体健康，有福，我比那些咩企业家那些钱好多，但是呢头发又白晒，眼又蒙埋。我头先讲嗰位听我课嗰位企业家，年岁比我大几年啫，但是睇起身比我苍老成十几二十年。佢话佢肝唔好，我话我睇出你肝唔好啊，点解啊？你眼睛都蒙埋啦。点解啊？肝开窍于目，眼睛系睇到肝嘅，所以话清肝明目啊，清肝就可以明目。你个肝唔清啊，所以目不明啊。我话你系咪成日发脾气啊？佢话系啊，啲员工唔听话，成日都火滚啊。我话你唔好咁担心，放松一啲。发脾气都是自己折磨自己。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何苦来呢不过我觉得他真的很可怜。为什么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这么多钱但是呢没我这么有福。我就劝他多收福收福怎样来呀？怎样先收到福？要布施呀！有钱多拿去布施，特别现在灾难来的，有今日未必有听日你布施出去的是你的福，即使你在灾难当中，你有福的人去到哪里都有福，没福的人就悲惨了。我啲钱全部布施晒冇晒啦。我依家做咩呢
我而家做内财布施，啊，冇外财咩？做内财，内财布施更殊胜。内财用自己嘅身体，啊，用自己嘅精神去布施。啊，我哋咧每日讲经教，啊，讲经说法，觉悟大众，呢个系内财布施，亦都系法布施，亦都系无畏布施。三种布施啊，通通具足啊！啊，财布施得财富啊，法布施得到嘅系聪明智慧啊，无畏布施得嘅系健康长寿。呢三种福报，个个都想要啊，个个都想要啊钱，个个都想要健康长寿。个个都想聪明智慧，唔系靠想就想得嚟嘅，你要去布施先得噶。啊，咁你能够护持正法教育，亦都喺度收呢三种布施。啊，即使你冇呢个机会上台讲，但系。你可以去流通法宝啊！啊，依家流通法宝成本好低，啊，一盘光盘两三蚊够晒成本。我发心制作，两蚊鸡啊就可以制一片光盘。有人听咗这个光盘之后，佢觉悟啦，佢就能够啊。冇忧虑，冇烦恼啊！所以你对佢唔单止系财布施啊，亦都系法布施啊！法布施咩？使佢能够觉悟啊！布施正法嘛啊！听咗法之后，佢就无忧无虑、无烦无恼，呢个就系无畏布施。所以你都系修三种布施啊！所以依家要搏命修啊！啊，喺呢个灾难嘅时代啊，你唔搏命修福，咁可能啊，灾难一嚟嘅时候，乜嘢都冇得剩啊！嗰时后悔莫及。